Drivers behind the line. 3, 2, 1, power up! 智能阶段的前15秒钟，我们蓝队的7047在智能阶段想要往我们的天平上面放置我们的能量块，蓝队的5823背了一个能量块，很遗憾掉了。小灯阶段的2分15秒，红队的6402飞快的跑到了我们的天平的一个下方，往我们的高天平上面放我们的能量块。红队的6801把一个能量块推出了自己的区域。我们的红队的6402啊，可惜了，差一点点就往我们的高天平上面放置到了我们的能量块。现在我们蓝方联盟那边已经放置到了一个能量块，我们队的5835、5839也放置上了一个能量块，蓝队的5823成功的放置了两个能量块，放到我们的高天平上面。现在我们的天平向我们的蓝方倾斜。现在我们场上比分是45-153，红队的6402也不甘示弱，也放置了一个能量块。我们红队的5839放置一个能量块掉了，没有拿稳。蓝队的5823正在飞快的吸纳到了一个能量块，往我们的高天平上面。现在天平是平衡的，要往我们的红方联盟这边倾斜了。蓝队的7047准备干什么呢？想要往我们能量站里面获得更多的能量，输送我们的能量块。在能量球上面的门口遇到一点故障，不能动了。现在我们竞争最大，这是我们的高天平上面了。现在比赛时间还剩最后的20秒19秒，机器人该往上面爬升到我们的高赛台上面。我们红队的6402稳稳的爬上去了，5839，这个5839准备向往上爬。蓝队的6766占据好了我们爬升的一个好的一个位置，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蓝队。